就是我们蓬莱老祖哈，我们的头牌车，也就是你看我们的鲜花，真的是你看前面呢有我们的整个老祖的一个面画像哦，用那个鲜花这样子把它装置起来哦，非常非常的特别哦。老祖的神教就在呢，我们现在待会会有宋坤传艺的表演之后，就在宋坤传艺的后面哦，所以大家现在哈可以在你现在站的位置稍作等待哦，待会我会来报告哦。这非常有名的，在我们全省哦，在我们应该是讲哦，咱高年的最后红的哦。他们不管是在我们台湾还是在我们的海外哦，他们甚至已经有参加过我们的达人秀哦，很多国家的表演都有他们的踪迹哦，这是我们的宋坤传艺。现在呢，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好朋友哦，依然想哇，哎，一寡阿公阿妈，一寡咱的早嫁生一个在外好哦，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演出，现在是他们的请师团的表演。
谢谢我们宋坤传递哦，谢谢谢谢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们这个鼓手他的本科是美容科的，对不对？对哈、哦，你看不拿吹风机，拿起鼓棒哦，但是呢，他却在这个战鼓哦。